高高的树上结槟榔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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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唱了，可以吗？爬上谁先撞？这个就是槟榔啊！大家没有看过槟榔是长什么样子的呢？今天我们来到新闻呢，看到我们这美丽的大姐，她在那边嚼槟榔啊！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的客人在买槟榔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其实大姐的生意还蛮好的哈。对，这边有卖烟呐、啊，有卖槟榔啦，还有这个，你看。听说这个一个新口味耶，这个呢是它上面说是没有烟熏的青果槟榔。其实呢，我从来没吃过槟榔，我不知道那口味怎么样。我们爆，我也没有，我连看都没看过吧，应该真的。因为我对这样的一个长得好像小鸡蛋一样的东西，我觉得挺好奇的哈。其实挺硬的，你知道吗？以前呢，在新加坡的时候呢，我看过很多马来同胞也在吃槟榔。那么我到缅甸的时候呢，也看到缅甸人吃槟榔。那么我来到海南岛的时候呢，我并不知道海南岛的朋友也吃槟榔，因为在台湾的朋友也吃槟榔的。嗯，你知道台湾有槟榔妹吗？台湾的槟榔妹呢，就穿得很 sexy 的，这边摇啊摇啊摇啊，哎，要槟榔吗，先生？先生要槟榔吗，先生？这样，今天没有，我们叫槟榔安迪。啊，我们的大姐不知道现在还在忙吗？大姐，我想要买一个，可以吗？怎么卖呀、啊？怎么卖呀、啊？快回来，快回来！一块五，没错吗？多少钱呀、啊？一块五毛啊、嗯！好，那我买一个，你教我怎么吃啊？好，那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，大姐？对呀、啊，这白白的是什么？这好像牙膏一样的东西。啊、什么？百合粉。百合粉呐、啊？百合粉。啊，贝壳粉，啊，贝壳粉，我还用贝壳粉哦。对啊，我刚看到，我还以为是牙膏，以为吃了槟榔之后呢，这个嘴巴会红红，然后用这个牙膏洗嘴巴。那这个叶子是什么叶子啊？这个是柳叶。柳叶啊？我们也不懂吧，就我们海南话就是柳叶啦。啊，海南话叫柳叶，柳叶是什么呢？老爷啦。老叶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跟我们的大姐买一个哈，一块五毛是不是？好，来，你帮我切一切好不好？一块五毛，我们看一下呢，这个槟榔啊是怎么个样子的？对，还要叫我们的大姐呢教我们怎么吃。对，一块五毛。哎，不过听说没有吃过槟榔的人吃了会醉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不要开玩笑哦。今天我们要到好多地方去拍摄的哦，所以不能乱尝哦，真的会醉的。我看过一个老太太吃过醉了。等一下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开口了就拿来就吃了。开口拿来就吃了，那怎么吃啊？你刚才，你怎么要拿来闻呢？因为我没有吃过，就直接放进嘴巴吃吗？没有，不是，你别乱来，还要再加这个的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大姐涂了这个白白以后啊，然后呢，它就会折腾这个样子，然后来呢，你就放在一起，是不是？放在一起咬。我们是一般是海南音管，什么？放在咬吗？哎，那我请你吃。你我啊，什么要啊？我请你吃没？这个要拿掉啊？他自己吃吗？这个你那个要一半就行了。要一半就行了。来，玉梅，我请你吃玉梅。我听到他名字了。来，玉梅妹，吃一个，吃一个，玉梅妹。油发哥哥，请你一个来，吃一个，吃一个。没你，你先吃嘛，我看你怎么吃，我就学着你吃。对，哦，你要自己糊过啊，你要这个贝壳粉多一点是吗？哦，来来，赶快吃一下，我怎么吃来。要剥皮也行吗？吃吧，我看你怎么吃来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啊。啊！怎么个啊？啊！怎么不能啊？我不能啊的。好，观众朋友，说实话，你问油发敢吃吗？我知道吃了会醉的，因为有一次我到台湾的时候呢，我看一个老太婆60几岁，她从来没吃过槟榔，然后她说要尝试一下，结果跟那个槟榔妹呢跑上车去了。先生要不要槟榔？先生要不要槟榔？那个老太婆说，看她那么甜哦，说的那么可爱，就跟她买了一个，她就咬了一口。大概过了半小时以后呢，他整个人不行啊，他在车上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一言不发吗？因为我在看着这槟榔好奇怪，然后像毛毛虫的感觉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听了油发大哥说了之后，吃起来会醉哦。这就是我第一次吃槟榔、
所以呢，我有点担心，待会儿万一醉的话，在接下来节目当中，如果看不到我的话，我一定在家睡觉，因为我吃槟榔醉了。你还回家吗？是回酒店？哎，大姐啊，这个是不是要丢掉的？要拿掉了吗？拿一半嘛，拿掉啊？是不红了？要红红啊？我不要红红啊，我要白白就好。白白就一把它熏香，要不要肉？什么要？如果要吃白白，它就白白啊。吃叶子就白白啊？不对，来，不要叶子它就白白啊，你要叶子它就红了。拿掉一半是吗？你讲那个是本地甜的吗？啊，甜的，是有点甜呢。拿掉一半是吗？啊，不要。你要吃红的。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、不行。这个是肯定苦的嘛。对。这个呢，哇，很苦啊！哇 ，sorry 啊，出来看这个是什么？你这样子做广告，让人家一看，让人家就不要看你。好吃。不要咬了，很方便。这个不能咬啊。嘴巴痛。嘴巴痛啊？哇，他还说嘴巴痛哎。吃不惯嘴巴烂呐、啊、！Oh my god！ 哎，其实我觉得有些人真的喜欢吃槟榔。但是尤帆呢绝对不会吃槟榔，就等于不会抽烟一样，没有得问为什么，就是不习惯。不过呢，看这些人吃的那么津津有味，肯定有他的可取之处。我嘴巴红吗？哇，好美啊，你的嘴唇啊。其实呢，我觉得吃槟榔挺好的，因为听说呢吃槟榔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好处，所以我觉得呢没有尝试过的朋友呢来海南，然后买一颗槟榔呢来尝试一下，人生一大美处啊。是现在我电话来了，不好意思，很忙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吃完了槟榔，我们去看看兴隆人民的市井生活，去体验兴隆人民的农贸生活。兴隆，这座繁华、具有现代文明色彩、充满青春活力的古城，今天已是宝岛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哇，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所谓这个兴隆市场啊。其实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兴隆的市场呢，卖到很多的菜啊，还有很多的一些水果啊、瓜果啊、香蕉啊之类的。对，我嘴巴里还是这个槟榔的回味无穷。哎，这个果好奇怪哟、哦。八件，番石榴，这个叫番石榴啊。这叫番石榴。是水果还是蔬菜啊？这是水果的一种啊，水果的一种。哦，对，水果的一种。其实呢，我发现这边卖的东西蛮多的，好像有这个番薯叶，是不是叫番薯叶啊？有番薯叶啦。有这些菜，有些不会叫的啦。这能吃的吗？是能吃的。哦，能吃，不能吃，在那边卖什么呀？肯定能吃的。还有香蕉，哇，真的卖很多番薯叶，还有很多的一些蔬菜啊什么。我觉得这个早市呢，真的是各种各种的这个产品哈、哦，还有茄子，琳琅满目。我们去看茄子吧。那茄子很漂亮哎。这怎么卖的啊？四块钱一公斤啊，一斤啊。哦，四块钱一斤。我把这个袋一起嘛，待会你多赚了又要浪费一个袋。哦。四斤。这下一个四块钱一斤。就是某一。